我们上这大大片的这青蛙顶冠搭着黄色海报纸顶头来写着参加劳力盟信无灭博的创业金连续博出五杯幸运鱼的名。经过的庙方来统计，正月初一开始到今仔日正月三十，总共超过15,000人来报名，以及有诶无到700人。啊，这个来博杯吼，已经有万几人安尼吼。啊，目前咧，咱那博五杯啊，这个采取这个登记。啊，二月初二，咱农历的二月初二，他过来决赛。啊，目前的这个有入围的五百以上的啊，有差不多在那个700人左右啊。详细看到入围名单、入围编号，有人是连续出现两遍，有人是小过一段时间了，过来博个同款入围。庙方人员表示讲，初赛在今仔日21号来结束，而决赛将在23号上午8点来进行。200万的创业金的得主，就渴望伫东港来参选。讲得对，啊，头奖嘞，咱这个彩金啊，是这个200万。二奖50万，啊，这个三奖是30万，啊，其他各有两位的这个幸运奖，啊，各10万安尼。但是这个奖金啊，要靠这个15%的这个综合所得税，哦，啊，就是非常感谢各位，啊，今年。啊！大家非常踊跃来参与啊！呢，而陆一鸣新目标创业金的总金额是300万，嘛，因为讲博着唔免钱，所以讲真侪民众来试手气。如果乡亲今年错过博创业金，明年都要把握机会。蓝天新闻，陈志祥、陈义雄，台南市采访报道。